周杰伦跟老婆昆凌结婚三年，两人感情好。今年情人节，周杰伦大方宣布老婆的前世情人来报道，告诉大家甜子好消息。而昆凌似乎太期待儿子来报道，玩起手机 APP 合成未来儿子的长相。23日晚上，他在网络分享了自己变老跟变男生的照片。变男生那张的昆凌根本就是混血天才帅哥。昆凌原本就拥有立体五官，就算变成男生的脸依旧电力十足。他打趣的笑问网友：“儿子以后会长这样吗？”大家开始留言，这样的儿子好帅，仔细一看还有点像贝克汉姆大儿子布鲁克林。不过有眼尖的网友指正，儿子要有爸爸的公主样，儿子这样很帅耶，但应该也会偏大周一点吧。最后还放一个尴尬的脸，有人还干脆也帮杰伦来一版，果然长相差很多。其实昆凌的孕产期已经进入倒数，等生出来就能公布答案咯。Just like this.